兄弟们，我看到这个叶枣树特别矮啊，然后它已经成熟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阿拉伯国家特别喜欢吃的椰枣，它已经熟了。看，就这个。尝一下啊。蛮甜的，就跟蜜糖一样，有一点点的微涩，但纤维特别粗糙，就不能直接下咽的那种。这边这种沙枣其实是本地每天天都吃的一种食物了。然后现在真的是绿化带旁边都是，我现在正在吃绿化带呢。OK， 走，再摘一个。哇、哦，